桥下的。感觉你好像一直就是没有办法，还不在那个不真实的感觉，然后又一连听到女主角跟剧情片的时候，心情感觉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刚刚才在说，因为我先拿到然后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说集气，因为我们在那边，我们刚刚就在集气嘛。然后尹先生说不可能，不可能一部戏男主角跟女主角会同，然后结果就噔噔，醒来，你们两个音量太小声了。谢谢你住的好哎，是我开始醒的，有一件事的感觉。因为周哲昨天拍戏拍到今天早上。然后他所以那个拍戏的累，再加上刚刚那个梦的感觉，对，就是睡一点点起来，然后好像在梦游一样。其实你现在在这里，对，其实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走我一拳吧，看我醒了。